今次话一年去 Angela 旅游，不是梦翻外篇的 Seven Days 是咁叻啊！最近睇嘅呢个日本嘅卡通啦，其实系好少，应该话呢几年都好少会睇日本嘅卡通噶。其实即系除咗大路啲嘅，即系对上咧，其实最出名啲咧就系讲踩冰嘅一套卡通，即系成全男班嘅。关于踩冰的卡通啦，咁其实未真正一次过咁睇晒嘅，即系要得闲咧就要抄翻出嚟睇嘅。但系今次咧，因为咧就好 hit 下，咁同时咧就集数唔系多，咁到而家都系12集，即系等于睇一套日剧差唔多，咁啊用嘅时间就唔系太多，咁啊到夜晚食饭得闲就睇下咁啦，咁啊。最主要咧就系想讲俾大家听，即系介绍呢一套点解咁 hit 起咧，就系事源就系讲关于健身嘅，叫流汗吧健身少女。咁好啦，见到图啦，其实就即系上面嗰两个就其实最主打嘅主角嘅，咁佢就话系叫做沙仓响啦，即系黄色头发个女仔啦，就肉肉地，即系要减肥啊。另外有一个叫做周流丸朱美啊，咁啊隔篱黑色头发长头发嗰个啦，咁啊有钱嘅大小姐咁样嘅，就两个一齐咧，就系高中生，就加入咗新开嘅健身俱乐部咁啊。而且呢入到去就遇到有个肌肉男教练咁啦，咁啊吸引到佢哋去入会。咁啊之后呢个故事都几得意嘅，咁啊佢哋两个呢又遇到下面嗰个呢就係 Miss 啦，即係同一间学校嘅。即係其实上面嗰两个呢就係唔同班嘅，一个 A 班一个 B 班咁样啦。咁下面个 Miss 呢就都認識得佢哋兩個嘅喎，咁我唔知道教咩科啦，即係教一個科目，可能佢哋兩個都知嘅。咁啊，佢好中意 cosplay 嘅，咁啊，就因為咁就練下身材啊咁樣啦。咁啊，啲 cosplay 嗰啲又著啲制服啊，然之後俾人影相嘅。咁啊，之後咧好得意嘅個故事發展其實都，咁啊，隔離有個呢、這個。即係有啲腹肌個頭一個扎住一個咧，係啊女主角響啦嘅朋友啊，咁啊開頭成晚咁話佢肥啦，咁啊激發到佢係要去減。咁之後咧，嗱依一個顏色頭髮咧就係嚟自俄羅斯嘅，就係再後期第大約6話到啦就會出場嘅。系啦，咁有时咧，佢哋啲样子咧，好似巨人嗰啲咧，好凶神恶煞咁样噶。咁啊，呢个就系靓仔嘅教练啦。咁啊，最好笑就系平时见佢冇乜特别，一爆机器上嚟咧，就成身肌肉咁啊，系两回事咁样啦。咁里面当中咧都有教嚟做。gym 嘅姿勢啊，正確姿勢係點樣啊？同埋好鼓勵大家一齊去做 gym 咁樣嘅。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就可以去上網 check 下，或者去睇下啦。個評分都幾高喎，9.7喎，即係都接近10喎。所以呢套咧好值得推介大家有興趣嚟話做 gym。有興趣啊，咁可以嚟激勵一下。啊，另外咧佢嗰個。开头的片和尾片的歌真的很洗脑的，大家留意一下啦。好啦，喜欢影片的朋友请赞 like 和订阅，这里是 Thomas。